哎，小朋友们，绿巨人怎么哭了？蝙蝠侠，我昨天看手机看到了奥特曼们试蛋糕过生日的视频，我绿巨人这么大还没试过蛋糕，没过过生日呢，我也想试蛋糕。好的，小泽，我们今天就给绿巨人过生日吃蛋糕。奥特法术变蛋糕。哇，好漂亮的蛋糕呀！哇，赛文奥特曼给绿巨人变出了一个美味的水果蛋糕。绿巨人，我们现在给你过生日。小泽，我们现在开始点蜡烛吧。好的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看蜡烛。嗯，好的，我希望以后天天能试上这么美味的蛋糕。小泽，我们现在上生日快乐歌吧。好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小泽，现在我们吹蜡烛吧。玩具们分好了蛋糕。现在我们开始吃吧。哎呀，这蛋糕可真美味呀，真甜，真好吃。绿巨人又挖了一个蛋糕上的蓝莓。哇，这蛋糕上的蓝莓也非常的甜，非常的好吃。哇，小朋友们，这黄桃配的奶油可真好吃呀。蝙蝠侠也开心地吃了起来。哇，小朋友们，我蝙蝠侠也是第一次吃蛋糕呀，还真好吃呀，我下次也要过生日。哇，咁就咁啦。小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。